洞穴里的宝石，现在是你的监狱！救命！救命！哈哈哈哈！叫也没用，没人会听见，而且也不会有人想到这找你。小马们早就忘了这些洞穴的存在。 闪耀盔甲，这是我莫大的荣幸，宣布你们成为。他一定要对哥哥这么执迷不悟吗？他为什么要毁掉我的大日子？
这不是你的大日子，是我的。啊、什么？你们是怎么逃过我的伴娘？来不及了，我都糊涂了，怎么会有两个他呢？他是幻形族的，他会变成你所爱的小马，吸取你对他们的爱来获得力量。我的责任就是替我的子民找到食物。小马国这里拥有的爱比我看过的地方都多，我的唤醒子民可以吞掉这么多爱，我们会得到想象不到的力量。他们不会有机会的，闪耀盔甲的保护咒语不会让他们接近我们的。哦，不会吧，你说对吗，亲爱的？你不会再想回洞穴去，对吧？从我代替你开始，我就在吸取闪耀盔甲对你的爱。只要它越来越虚弱，它的魔咒也一样。现在我的手下就快打破了。哈哈哈哈！他当不了我的丈夫，却已经被我完全控制住了。很抱歉，我要告诉你，他已经无法再当皇家护卫队的队长了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很快我的幻形大军就会攻进来，先占领坎特拉，接着是整个小马国。不，你别想。你也许能让闪耀盔甲无法施行他的魔咒，但是你现在愚蠢地现出真实身份，就可以保护我的子民。闪耀盔甲对你的爱比我想象的还要强，吸取他的爱让我比宇宙公主还要厉害。去拿和谐水晶，你一定要拿到水晶，用水晶的力量打败女王。别中计了，我们必须拿到和谐水晶，那是唯一的希望。